走，今天继续带大家逛大集。迎春，迎春是咱们庆州最有历史的一个花了，倍儿漂亮。现在盆景啊，包括园林绿化用到的都很多了。桃梅，刚才那些个桃梅都是嫁接的，这些个就是原生的了。不过它俩不是一个东西，那个是桃梅，这个是海棠，不一个东西。桂花，嫁接的桂花，桂花有香的，基本上都很香。桂花，有的桂花没有那么浓。这叫金枣菊是吧？叫金枣呀，金枣菊，金枣分好几代啊。老苗木商告诉我分好几代，这个应该是二代的，现在已经出到第四代了，第五代都快出来了。这就飘上城了，爬藤，怕冷，这个蝴蝶兰多肉。原话说今天你怎么捂得那么严实？不是怕认出来，是有疫情哈。牡丹我不教过你吗？牡丹下边是木质杆杆，这个是芍药啊。嗯，看着没，能分出来了吗？这回现在这个季节不要种，你要是养来看可以，你要第二年复花就很难了。就关于牡丹那个事儿，就是大家尽量的在秋天买，七八月份的时候你要种，它第二年容易复花，要不严了就不好。牡丹漂亮哈，嗯，孙红雷吗？对，这就是极品状态的。你看正常的孙红梅现在都这样式的。我跟这边有一个养蚕姐妹，去年有个约定，我让她试试用泥炭土种，不知道她有没有试，待会儿过去的时候跟她聊聊去。因为现在就是搞种植哈，他们都是用泥土在养，你知道吧？让他们用泥炭子，他们接受不了，他们认为贵。这芹牡丹吗？你觉得像芹菜的那个，记得了吗？来，他们不是问那个玫瑰跟月季的区别吗？这就是玫瑰，看吗？这就是玫瑰。玫瑰不过没有开，它这有个花苞了，看，这就是玫瑰。玫瑰跟月季，这不就分出来了吗？荆兰，咱们青州这边玩荆兰的少，种期太长了。你知道咱青州这边养花哈，它就有点高不成低不就，你知道啥意思吗？你像辽宁那边哈，养荆兰，他们长得慢，他们可以出精品；而福建那边长得快，它可以出大量的便宜品。青州呢，快也快不起来，慢也慢不下去，所以说就有点高不成低不就。所以说，芦荟。哎，我记得我跟他们说过吧，这种是不夜城，这种是库拉索，这种是吃的比较多，这种药用的比较多，美容的做面膜的都这种，知道吧？这种消炎的，这种是消炎的，知道吧？你看前两天你记得有花友问咱们吗？背面那是啥玩意儿？这个成熟了以后就变成褐色的，这个都没有成熟的，熟的那种就会变色，那个没事，那是它的孢子。无花果，无花果在北方地区能地栽，结出来的果药用价值很高，营养价值也很高。木槿，好多花友问咱们木槿跟扶桑的一个区别，你知道吧？木槿长不高，扶桑长得高。木槿现在也有重瓣的，大花的，像这个要在2017年收一下就蔷薇了，现在普遍的货了，这就蔷薇了，这都是蔷薇。蔷薇的花小，这是原生的蔷薇。现在也有大花的那个蔷薇，没开开看不出来是大花还是小花。这个像咱们要是在山东地区要有个院子，篱笆什么的就种到边上让它爬就行了，它能做天然的院墙。咱们这边不养杜鹃的。哎，你好，美女。你好，你好，来。啊。偶遇两大美女，嘿嘿嘿，那我媳妇儿，我们别人不敢拉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没见过，让花友说吧，我是没怎么见过这个，啥玩意儿？好打包。荷花呀。晚莲，就是那个
挽莲不应该睡莲？对呀，你挽莲不应该很小一个吗？这睡莲，嗯，他们要吗？问问他们要吗？问你们要吗？要的话，给你们整点羊水线，花头那么大。哦呦呦，老婆，你看那个这个羊水线开的真大，跟拳头一样哈。那羊水线开的大哈。你还记得咱姐卖那个吗？那个还小哈。这个这个，这种就是要紧。走，这种是滴了药的。不是跟咱们家那个一样，你看到没？咱们家那个是那种金黄色的，咱这个是那种有点惨白色的。那个东西是黑棋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赢了。也没人，我在家跳还行，等会儿嗓子没音乐。对，之后这，等会儿我们吹着。他这个狙调过来就对你像了，对，漂亮，花球，花齐了，走了，全都回。现在都流行那个大花的竖瓣的那种了。其实这个市场逛了一小半下来哈，养普通品种的没有生路，只能赚个。很辛苦的钱，迷迭香好多的花友老是要，我说迷迭香能长大，他们不信，你看到没？树状的老桩迷迭香，看到没？都从那一小颗长起来的，都是小颗。啊？是牡丹，但是很像凤丹，但不一定是凤丹，知道吗？凤丹长出来是绿绿的，这种红红的应该就不是了，所以说大家伙买的时候小心那种绿绿的。一般的观赏牡丹从杆上就开始变红，这个咱说不好哈，还是找专业的跟大家伙说。反正我买牡丹就得找特别熟的，因为它长得都一样，在没开花之前谁也不知道咋回事。你好大哥，去年我来过，跟大姐说过，就说咱那个能不能用泥炭土去养。Later， 这个就是这种的，就是扶桑了。看花就能看出来，看棵子也能看出来，就跟那个木槿嘛，一下你就想起来了吧？何首乌，我记得我跟你聊过吗？何首乌，就我们在靠背店有个大爷，70多了卖何首乌，头发乌黑，人说我就吃何首乌吃的，他天天去理发店染头发。他也白头发，何首乌不能治黑头发，他也是天天去染。他能治吗？能治，但是不明显啊。这个叫尼古拉斯赫望兰。很漂亮，就尼古拉斯赫望兰。尼古拉斯赫望兰，它的叶子比较宽，天堂鸟的叶子会很窄。这个没插那个鸟，那个假鸟。叶蝉去年老是卖爆款的那个。这个，我们去年卖的是那个红蜻蜓，就是类似于那个红丝的那个。小灰的是，那小灰你吓着了你。他这个不会，你看嫁接的吗？你不是让我嫁接吗？你已经嫁接好了。今天呢就先逛到这儿了，如果说花友们还喜欢看什么逛市场逛大集，下一期呢咱们去逛一逛那个大花卉市场。大集上呢也就这样了。好的话说，老外你怎么不上一个新的花呢？陆陆续续全部上新，今年有好几百个品种，希望大家来我直播间。我是老花医，养花最专一，拜了。